这伤心中了，你知道吗？小龙得意洋洋的，就是边炫耀自己的孩子似的。啊，我现在就是想把他炫耀出去嘛，这就很好嘛。你吃的可美了，是吧？哦，莫言姐。你看，又八卦了，你看我们。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妈。上面再加上上。加上。再加上上，不好看。就是这一块的。那不够，后面还有，别急。来，继续炫。谢谢吴林大姐，谢谢吴林大姐。从哪回头？从哪回头？会玩。这就是我们想要的状态，这就是我们想让小奇奇回到家的状态。为大家伙帮忙点点人气票，我先点上一个。王总干，这个龙虾尾很新鲜，大家放心购买。龙虾尾推荐，成也推荐。对，感谢吴总华姐。对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样子。推荐买了，谢谢。哎，看后面视频，后面视频，我操，吓我一跳。继续续，续上。这个大圆月弯刀很满意啊，这个大圆月弯刀，圆月弯刀损也很满意啊。嫩呀，这水嫩呀。对，需要年货的去橱窗里看啊，谢谢。煮了你吗？煮了，辛苦了。好。很满意啊，感谢一鸣姐的小心心。感谢倾听夜雨姐姐的爱的指挥，谢谢谢谢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他最好的就是他的状态非常好，他很放松。就是他是一个放松的状态，你看他做的这些动作，你看他做的这些动作都是很放松的状态。对，在夹山上。啊，下去了。还有是吧？嗯。那从另外一边。最主要的是他放，他没有以前那种放不开，而且这几天还都有标记的动作。你看，又站起来了。他得爬上去，他得。他从这边爬上去，他从这边爬。
感谢贝多芬姐姐下单的龙虾尾，不行狐狸。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。哎，这个视频是我剪辑的吗？这个视频也是我剪辑的。那我上错了一个视频。这个肯定不是，那就这个，那就这个。感谢孟君姐下单的龙虾尾。对，看完这个视频，我们去看博物馆啊，去看博物馆。嗯。就给你们介绍陈素平的繁育区养这个养育区和飞展区。明天发，点点关注。不用谢吴中华姐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这都是应该的嘛。我也来看他，顺便给大家一录，给大家一放，就是多费点，费点时间嘛。有没有做多大的功夫？对，很快，三天。你们再不买，可能快递也就停了。好了，回去睡觉。这个点儿又到他睡觉时间了。这个视频放16:12，差不多回去到16:30，睡半小时，我们下班。我吃睡觉的。现在睡觉不在外面睡，现在要回家里睡，现在要在门口趴着睡，现在不在外面睡。龙虾尾速度超快，从浙江发货，不从浙江了，从江苏发货应该是。啊，马上给你们介绍沈素平的这个，介绍沈素平的鸟瞰图。他特别喜欢吃这个竹子。那竹叶没见他怎么吃。对，就这样回去了。这个视频就这样，还吃了几口竹子，还吃了几口竹子，还吃了几口竹子，还挺有劲啊！呀呀呀！
不吃了，回家。还得挑挑选选。今天试了这个竹子，试这个竹竿，试了有一个多小时，加不起来一个多小时，没有昨天多，但是也不少。在这里就没吃了，就回去睡觉去了。